咁啊，雷总有冇啲咩嗯。睇法啊？即系对于旅游数字同埋个 risk 嘅投资机会，或者一啲利息敏感啲嘅一啲公司，其实系咪可以开始睇下咧？嗯，我就覺得如果話真係利息有關係嘅話，債券嚟講，其實我又唔覺得話係特別地吸引。政府債券，我首先就如果即係其實近期香港呢邊咧，我反而香即係阿 Eddie 唔喺香港呢邊啦嚇，咁但係我唔知阿 KO 有冇留意到啦，或者察覺到啦嚇，其實。似乎近期嚟講嘅話，我見到香港呢邊係多咗一啲銀行或者係一啲券商咧喺度推緊，就係一啲美國嘅政府債券。即係我近期都係有朋友同我講，我先至特別留意呢樣嘢啫。即係似乎有啲係啊，即係譬如話過去嚟講嘅話，其實喺香港都好少人談及到就係話買啊美國嘅國庫券咁樣。咁但係近期係 actually 係有身邊嘅朋友同我講，佢話：喂，阿 John 啊，你知唔知咧？而家咧嚇某啲即係券商咧喺香港嚟講嘅話咧，係可以即係以一個比較低嘅入場費咧，係買到呢個美國國庫嘅債券咁樣嘅嚇。咁啊，就同埋嚟講嘅話咧，好似話仲冇一個interest 嘅一個 tax，withholding tax 咁樣，咁我唔知，我未 verify，老實講係 OK，不過我對於即係美國國庫券，我又唔係特別地覺得吸引啊，即係雖然個 yield 係 decent 啦，我覺得係，但係即係因為其實嚟緊嘅話，我覺得美國嗰邊 Treasury Department 會係即係都有幾多嘅 new supply，即係會發債咁上債嘅，咁所以。再加上聯儲局亦都，我覺得會進一步係嗰個縮表嚇，因為其實縮表咧，可能大家都已經唔記得咗有件咁嘅事，OK 咁。但係事實上嚟講嘅話咧，如果睇翻聯儲局嘅過去呢年幾嚟講嘅話咧，其實佢由舊年開始，佢的而且確係持續地有縮表進行緊嘅。唯一係今年3、4月嗰陣時候咧，因為當時咧就咪有幾間美國銀行先後出事嘅，咁所以嗰段時間咧。有一個短暫時期咧，就暫停咗縮表啊，甚至乎咧係掉翻轉頭喺市場吸納翻啊一啲即係債券，咁去 provide 嗰個 liquidity 去穩定翻嗰個市場。咁但係之後咧，其實就由年中開始咧，美國聯儲局亦都開始進一步就重回嗰個縮表嘅情況，咁一路持續到而家咁樣。咁所以我對於嗰、那個即係供應嘅方面嚟講嘅話，我就有少少 hesitation，唔係特別地即係好 keen 咯。老實講係啊，咁頭先阿 Eddie 講到話，即係新加坡嗰邊嘅 REITs 咧，我就冇乜認真留意新加坡嗰邊嘅 REITs，同埋即係我即係聽阿 Eddie 所講嘅話，咁似乎新加坡嗰邊嘅 REITs 佢都嘗試係效法好似美國嗰邊一個比較多元化嘅發展，同香港呢邊就唔同啦。香港呢邊就好星條羅啦，OK，即係。你領展就商場啦，咁另外嚟講嘅話，本身好一段時間之前，香港其實都已經有 existing 有幾隻係一啲即係 office 嘅 REITs 啦咁啊，除咗最 champion 之外嚟講嘅話，咁其實有啲就都係一啲即係其實唔係 grade A office 嘅 REITs 咁樣，咁其實就即係選擇唔多嘅香港呢邊嚟講就係、是，咁新加坡邊可能佢其實係都想係喺嗰個即係多元化方面嚟講嘅話咧，就提供到一啲選擇咁樣，不過。嗯，我暫時所見到咧，其實新加坡邊其實一路嗰個證券市場咧，其實佢都希望就係話可以提供多啲唔同嘅選擇，但係個問題就係新加坡嘅證券市場咧個 liquidity 唔係叫做好多，OK，即係以我所知嚇，咁、所以其實喺新加坡，佢喺過去呢10幾20年一不斷係吸引緊就一啲 asset management 嘅資產管理公司去嗰邊，但係啲人喺嗰邊 set up 資產管理公司，但係佢嗰個投放嘅地方唔係喺新加坡，因為新加坡始終到而家嚟講，我係未能夠足夠提供到有足夠嘅深度同埋寬度啊，喺嗰個市場嚟講嘅話，咁所以其實啲人都係用新加坡做一個即係營運嘅點，咁但係其實個投資都係喺翻即係新加坡以外嘅市場為主咁樣嚇，咁咁至於新加坡嚟講嘅話，咁當然新加坡亦都有唔少嘅物業啦，咁即係我亦都相信喺新加坡嚟講嘅話。譬如話一啲 industrial
嘅 properties 啊，可能一啲 warehouse 啊、logistics 嘅 properties，咁其實都有嘅。咁但係你話係咪有足夠嘅選擇去即係、就是、provide 到一個well diversified 嘅 portfolio 咧？咁樣咁我諗未必係真係咁多，即、就、係、是、你始終唔同美國一個咁大嘅一個即係地方啦。OK，即係喺美國嚟講嘅話，其實即係譬如話一啲 industrials 嘅 REITs 啊、logistics 嘅 REITs 啊，可能一啲即係 IT cloud 嘅 REITs 咁，其實佢哋係嗰個 portfolio 入邊 hold 嘅 assets 嚟講嘅話咧，其實係嗰、那個即係coverage 更加大嘅。OK， 咁所以佢係做到一個比較係 well diversified 嘅一個情況。咁呢個係新加坡即係面對嘅一啲情況，就係、是、始終佢本身嗰個市場嗰、那個即係。個規模唔係咁大咯嚇，咁但係佢就嘗試係盡量就提供多啲嘅選擇咁樣。因為頭先啦嚇，係 liquidity 一定係即係一個問題啦。咁即係唔止新加坡啦，我諗即係呢家港府都研究緊即係點樣提高個 liquidity 啦。咁啊，但係第二樣嘢就係、是、即係我想講就係、是、即係當然係美股方面係容易投資啲啦，無論 liquidity 或者 risk 個選擇，但係。我想講一樣嘢就係、是，譬如如果去，因為可能美國嘅 risk 可能分好散啊，舉例西岸同東岸都有。咁但係你譬如新加坡，你容易做啲調研，因為來來去去新加坡嗰幾個 shopping malls 咧，就係喺 City Hall 附近嗰幾個。即係其實阿 KO 個家鄉嘅 Donkey 咧，Donkey 咧，都喺新加坡已經開咗好幾間。我唔知雷總有冇即係幫襯過 Donkey 啦。咁但係即係新加坡都開咗幾間。香港嘅有行過，新加坡嘅未。咁所以我去咗，因為英國冇當鉛啊，大佬。咁所以即係我都要買翻啲一蘭拉麵喺度食下，即係因為呢度啲拉麵真係完全頂唔順。咁所以即係買咗啲一蘭拉麵嘅一啲主食包，跟住就嚟咗攞咗過嚟英國。咁所以即係個市係幾旺。我想講就係容易睇啲嗰個商場或者嗰個 risk 嘅嗰個表現咯。咁啊，不過即係當然睇翻嗰個每個人嗰個投資方向啦，因為雷總一住就可能落十幾二十億噶嘛，咁我就咁計仔住，即係千幾二千蚊，其實就喐唔到個價制嘅，咁就可能會好啲。咁啊，或者其他唔係，同埋我想講講新加坡其實就係，因為我都好多年冇去新加坡啦。OK， 咁但係我仲記得我即係比較去得多新加坡比較密啲嗰陣時候咧，就係即係當年喺 U 記嗰陣時候嘅日子咁樣，因為當時就。即係一年當中嘅話，我都要即係來回新加坡同香港幾次嚇嘅一個咁嘅 work arrangement 咁樣啦。咁所以當時對新加坡就嘅感覺比較強啲嘅。OK， 我嘅即係記憶當中啦嚇，就係、是、喺新加坡嚟講嘅話咧，佢個 retail 當然係蓬勃嘅啊，呢樣嘢係 OK 咁即係新加坡人本土人其實都好中意行街啊，好中意購物啊，咁其實都係即係都係，所以都造就咗啊當地嗰、那個即係零售嘅一個市場文化咁樣。咁特別係食啦 ，OK 嚇，即係新加坡人其實都係即係都中意係去食嘢咁樣啦嚇。咁但係咧嗰陣時我都見到有個問題咧，就係咧好多時候新加坡嘅所謂叫做最熱嘅。蒲點的話呢，其實是隔一段時間呢就會搬到一個新的蒲點、啊、即是他們可能是 在不同的區域發展一個新的地方的時候，就會哇一聲扯了 OK 很多的 interest、啊、很多的 attention、啊、很多人的、那個就是 foot traffic、啊、就去了那個新的蒲點。但是其實呢略為舊一些那些呢，其實就很明顯地那個人流咧係 drop off 得好厲害嘅，老實講係。咁所以其實個問題都似乎就係，咦我見到，哇，因為我都試過咧，即係嗰陣時候，因為喺 U 記我都差唔多成三年時間咁樣。咁我嗰陣時都試過就話，咦喂，我上次嚟嗰陣時候咧，嗰、那個地方而家點啊？咁跟住嗰邊同事話，喂，靜咗好多啦咁樣，因為即係每一次去佢哋有啲新地方，就會帶我去嗰邊又睇下啊，食下嘢啊，咁吹下水啊，咁睇咁樣咁我話。哇，咁都好難搞喎、啊，大佬！你每一個新嘅蒲點之後，跟住其實啲人又噓一聲去咗新蒲點之後，之前嗰啲又冷卻咗咁樣，咁你不斷 rotate 咁樣，其實係咁呢個亦都唔係一個即係唔係一個好即係long lasting 嘅一個現象。老實講係咁，即係我唔知而家個情況
可能過咗咁多年之後嚟講嘅話，而家嗰邊嗰個即係人啊，或者可能係即係亦都多咗好多人啦、啊，去新加坡啦、啊，咁可能已經喺同一時間嚟講嘅話，亦同時 support 好多個唔同鋪點，同一時間咁即係全城都興旺都唔定啦。呢個我唔肯定啊，不過即係我只係復述翻即係當年所見所聞咁解嘅啫啊。咁啊，好啊，再咁。睇睇。嚇嗱，咁咧就或者啊，即係阿 Eddie 都提及到嗰個旅遊嘅情況啦，咁啊，或者亦都我 show 一 show 啦嚇，咁頭先阿 Eddie 講到以為我係呢個旅遊達人，咁就好明顯地就我唔係啦，OK 嚇，即係我都想有咁嘅時間可以真係走去啊呢度去嗰度去啊，咁啊呢個就留翻俾阿 Eddie 同埋阿 KO 啦，咁樣今年阿 KO 就呢個驛馬星咁，導驛航馬即係聲行動。到。行到雲咁滯啦，已經係 OK 咁啊！同埋就我太太啦嚇，我頭先我都講咗啦，頭先嗰節就係我就啱啱琴日先幫我太太即係換咗啲日本紙，就係方便我太太就過2個禮拜就嚇我太太其實 actually 咧係去完呢、這個，佢就去韓國，跟住咧就韓國就扮過去日本，咁然後喺日本就再翻嚟香港 OK 嚇，咁啊 anyways 啦，嗱咁咧啊！呢、這你又唔陪佢去嘅？個嚇咩啊？你唔陪佢去嘅？我唔使做啊，大佬，你 你真系，佢就唔使做嘢喎，我要继续挨女仔阿明应该系丈夫出去做嘢吓，跟住就阿你哋两位真系好老公。嘅啫，唉，嗱咁咧就嗱，头先阿 Eddie 又即系话我咩吓，即系呢个 monitor 全球嘅旅游热点咧，真系就讲少啦，老实讲系。咁啊，其實就但係我就一路都 keep track 住，就係亞洲幾個比較即係 popular 嘅一啲即係旅客嘅 destination 嘅。咁啊呢度大家見到我呢個圖啦咁就其實就5個地方啦。咁啊包括即係香港人嘅第二家鄉日本啦。咁啊就南韓啦。咁啊新加坡當然啦。咁啊泰國啦，同埋就當然香港自己本地咁樣啦咁嗱，咁你見到咧喺最右手邊嗰度咧，其實就有3個地方嘅旅客數字咧，就已經係更新到7月份嘅數字啦。咁啊，但係就香港同埋呢個南韓咧，都仍然係維持係只係6月份嘅數字咁樣。咁所以如果你睇翻即係嗰幾個更新咗嘅地方嚟講嘅話咧，其實就日本啦，好明顯地就即係嗰個反彈嘅。程度嚟講嘅話，就係比較行得先啲啦。咁但係其實原來新加坡都追得好快。新加坡喺7月份嚟講嘅話咧，bang bang 聲啊，OK 啊，即係追到好貼已經係。咁所以咧，去到7月份咧，日本同呢個新加坡嘅旅客到訪數字咧，已經係去翻90%以上呢個2017年嘅嗰個即係年底情況啦。OK，咁而泰國咧7月份咧，亦都係去翻到接近70%。呢個2017年嘅情況，咁咧就南韓雖然只係得6月份數字，但係6月份嘅數字咧，南韓都已經係去翻80幾% 啦，已經係咁，所以我相信當南韓公布呢個7月份數字嘅時候咧，應該都同呢個日本新加坡不遑多讓噶啦，應該都係去翻90%話或者以上嘅已經係，咁啊比較失色就當然係香港啦，香港就。即係6月份數字嚟講嘅話，其實都只係去翻呢個2017年時候一半嘅水平，仲差少少嘅啊，呢、这個就係個情況。咁啊，至於點解頭先阿 Eddie 都有提及到啦，佢就用嗰個基嗰、那個 base 咧，就用翻2019年，因為2019年就啱啱疫情之前啦。咁我就用2017年，咁個原因其實就因為我個圖咧，我就包括埋香港，咁而大家都知道香港嚟講嘅話就即係。2019年就有個社會事件啦，咁社會事件當然對香港嗰個旅遊都已經造成一定嘅影響啦，咁所以我就即係遷就下香港嘅獨特環境嘅話咧，所以我就將嗰個 base 咧就褪到2017年，OK，咁其實呢個就係嗰個主要原因嘅啫，咁即係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睇一睇2019年嘅話咧，咁我哋都好在。方便嘅就係咧，Bloomberg 咧就真係相當之方便俾我搞嘅。OK，咁就如果我一褪用2019年年底嘅情況嚟講嘅話咧，咁香港就忽然之間就好靚仔啦嚇，因為香港喺2019年年底嘅時已經係受到呢個社會運動嘅影響啦。咁所以如果用2019年年底嘅話咧，香港到6月份咧已經係彈翻到去80幾% 嘅情況啦。咁但係即係呢樣嘢就好明顯地唔係一個好 fair 嘅 comparison 啦。咁所以就。所以我就存翻17年啦，就方便我自己 monitor 啫，呢、这个就系、是。
我就用翻即系新加坡自己官方嗰个数字，即系佢个官网其实都几方便，即系啲图系可以即系喐来喐去，同埋比较翻你2018定2019年咁啊，相当开放，咁啊，相当即系做呢个数字统计或者做节目嘅时候都相当方便，即系喺冇 Bloomberg 嘅情况下都快你出到啲数。咁啊，唔错啦，咁啊，再我哋做一节半啦，咁啊，我哋再讲其他嘅话题啦。我呢问啊！你讲得好开心，咁我仲有几多散打嘅可以讲讲咧？咁啊，有啲事都觉得几得意。咁啊，好，咁啊，其实咧，即系KO 就即系当然系帮啲蓝筹股去做即系 IR 啦。当然唔会系即系咁好嘅公司新世界发展啦，因为呢间公司就即系其实就 be demanding 嘅老板，即系尤其是哇！真系第三代我就好冇咁嘅能 demanding。力去，冇如咁果嘅能如果阿 KO 系做呢间公司嘅 IR 嘅话咧，我谂次次节目咧佢都可以 absent 嘅，或者咧如果有幸地可以做咗节目嘅话咧，都系不断咁样，喂点样震一震？扯到冇命系嘛？咁啊，所以嗰位即系第三代咧，就其实就出名扯嘅。咁但系当然个 pay 都 OK，但未去到投行嘅 level。呢个就系我听翻嚟嘅嘢啦。咁啊，出咗个。最近个 IR 都又走咗冇几耐。哦，咁啊，可能，你啖饭真系唔容易啃啊！梗系啦，无端端吓，可能你出呢啲 voluntary announcement 咧，即系我做僆嗰时都做过啦。咁你好急要做噶嘛，同埋你嗰段嘢又要俾好多人睇啊，又俾 print 下，又俾老板去改一改啲文。因为好特别，有单消息我唔知阿雷总有冇睇啦，咁啊。咁就話，The company has noted certain social media article published on 24th August 2023, which contains allegations。咁啊，有即系我唔讀晒啦。咁基本上係就話，即係有啲網上嘅傳言就話佢有啲做啲行為。咁佢就冇講係乜嘢。咁啊，跟住佢就話間公司咧，即係都好，即係都好 standard 呢啲字啦。我諗都係即係大家都係。即係 key 圖咁樣 key 咁發噶，咁我話個 company 咧就係 seeking 到 legal advice，咁樣就會 consider taking action，咁啊就好搞笑。咁啊，我其實咧就即係啊！你講係咩事啊？我都唔知咩事。我淨係知佢哋嘅一啲 perpetual bond 係即係俾人哋執得好厲害啫喎。咁，但係咁我唔知。perpetual bond 正喎，咁啊雷總舐翻啲啦，咁啊嚇，永遠都有得收錢係咪先？唔錯啊，正啊，咁啊，OK，咁啊，傳聞咧就係即係呢位仁兄咁啊，即係雷總就應該即係當然你翻工唔係中環地方，但係其實中環圈咧就即係其實都知道咩事嘅，咁啊，同埋都好多傳聞已經係 before 嗰日大跌之前咧，其實就都一直有傳聞就話其實嗰間公司咧就係、是、牽涉其中一間即係不過直接啲講啦，就好似話碧桂園就係有啲貸款咁樣。咁啊，即係已經係不斷喺個即係市場裏邊去傳嘅啦，就話，喂、哎，會唔會影響到呢間即係四大家族嘅一個股票啊？咁啊，有啲傳聞，我 KO，如果我錯，你糾正我，因為我唔係跟蹤得晒，因為始終你係香港嘅，可能聽得多啲。咁啊，跟住中環11小咧，就係即係一個即係網上嘅 KOL 嚟嘅，咁啊喺 Facebook 裏邊或者 Instagram 比較多啲啦。咁佢都開咗自己 Patreon 嘅一個即係頻道。咁咧，佢就基本上就話咧，有人嗱、啊，就係、是、第一句，即、就、係、是、第一段。咁啊，聽說咧，資本大鱷也看過我個 Patron。咁佢就話，昨日講到某超級家族就以名股實債嘅方式就尋求項目嘅融資，利率就不低，引起咗一些借錢嘅生意資本大鱷嘅關注。咁就其實呢件新聞咧，或者 Patron，因為我冇辦法，即係大佬，我冇，即係大家唔好介意啊。我冇辦法做呢個節目去 subscribe 人哋嘅 Patron，攞我啲錢嚟做，跟住就攞個消息，跟住就喺呢個節目講。第一，我冇理由攞人哋啲俾錢嘅資訊喺我哋個節目講啦。第二，咁我俾錢去 subscribe 個 Patron，去知道呢段新聞都係唔係好啱。咁所以即係基本上咧，就係、是。講咗，我諗啊，相信佢 Patreon 裏邊嘅內容咧，都係講翻即係呢一間公司，即係可能會做一個，即係有機會係做個placement，但可能 placement 嘅背後可能係一個借錢嘅 deals，有機會我唔知，我冇睇過 Patreon，可能係 CB，可能係即係其實明目上就一個 placement，
但其實暗碼底咧就可能係要還翻啲錢嘅，我唔知有咩方法啦，我 CFA 冇教過，咁啊即係咁啊有個咁嘅 deals，咁所以嗰日嗰段新聞咧就則不斷喺中環圈裏面傳，喺個金融圈裏面傳，所以嗰日咧就逼到新世界公司咧就出咗一個 voluntary announcement，就 clarify 翻呢啲 social media，但係以我所知咧，就算 Patreon 咧都冇講到明係邊間公司嘅，咁啊搞笑啦！咁啊，此地無銀，或者咧，即係對號入座，咁佢就無端端講就話，嗰個 certain social media article 咧就唔啱嘅咁樣，咁啊，即係比較搞笑啲，即係咁觸動到神經，同埋今次又唔係即係 KO 成日當食生菜嘅一啲即係沽空機構咁去，即係其實我覺得可以即係 consultancy base 揾下 KO，因為佢對慣呢啲咁樣咩混水啊，乜撚咩全部嗰啲沽空機構兼關兼熟啊，驚鳩你，咁啊，所以可以揾阿 KO 即係幫手即係處理下呢啲 crisis management，咁啊，所以唔使驚嘅，咁啊，萬一如果有沽空機構不幸地即係要追擊呢個新世界嘅話咧，就可以揾 KO，KO 可以幫手你，咁啊冇問題。咁但係今次唔係沽空機構搞，佢純粹係一個 social media 裏邊咧講呢件事咧。咁啊，導致到就股價就跌咗落嚟。咁啊，暫時好似我冇見過有咩啲 follow up 咁啊。阿 K，你知唔有知？今日好似又出咗一个新嘅 announcement，又话系佢已咩？经有个新嘅 bank loan 咁啊，仲话可能会赎回一啲永续债添，咁啊恭喜佢啦，咁咁我雷系总啊，买啲咯。你搵呢个 PB 即刻舐啲 perpetual 咁所啊。以今日个股价都弹翻唔少嘅，咁啊，佢如果琴日开未始弹翻已经系有啲永续债，但系嗰阵时候我留意到就系佢啲 perpetual bonds 跌得急系主要系因为即系碧桂园房地产啊，咁跟住就啲人系成个即系洗牌咁样，所以好多其实都系一啲特别系如果睇翻香港嘅比较大型嘅发展商嚟讲嘅话咧，就即系新世界嗰个 balance sheet 就相对嚟讲嘅话就话即系唔系咁 bulletproof 啦吓，咁啊，所以都即系可能我嘅 understand 就可能系咁样嘅一个关系啫，我冇唔人 bulletproof 就唔有啲知咩啦，意即见。系总之系个 net gearing 系最高啦，咁系搬搬唔 bulletproof 就留翻俾专家评论咯，我唔识睇咁可能有啲即係個數字係靚咁，但可能做到啲表外嘅嘢咧，或者可能呢間都做咗，已經做咗表外都咁高嘅，好難講。所以即係，我太熟嘅有啲相關人士，所以我都唔係好方便講太多啊。咁即係，所以個情況即係 factually 就係咁嘅事件啦。咁啊，但係都係嘅，即係呢件係真嘅。有咩 crisis management 咧？有時即係萬一真係吸引到啲沽空機構咧，可以揾 KO 可以幫到你嘅，即係呢個係唔錯。我搞唔掂，我唔啊唔得，你唔系样样嘢都搞掂，有啲唔识搞嘅。咁啊，仲有啲散打嘅嘢可以讲讲啦。咁啊，即系大家都知道，即系嗰时唔系话，即系香港嘅食肆，即系8、9点后已经系冇，即系冇生意啦。咁啊，基本上晚市就系可以做到一围，咁就冇啦。咁啊，如果你阁下即系都系影响唔到你哋两位咧，咁但系好多人都系即系经营日本餐厅噶嘛。哇，咁啊都几惨喎，因为即系成个大陆就系即系唔入口，即系全过。即係日本嘅一啲水產嘅一個食材啦，咁啊，但係香港就好似係咪10几个省啊，咁啊，即係就唔可以輸入啦，咁啊，都跟翻我哋國內嘅一啲安排啦，咁啊，但係如果你食肆，即係坦白講啦，即係我唔知啊，即係當然唔會全部，即係可能你飲食嗰啲都會，即係都會係喺日本度輸入噶啦，一定會平啲嘅 source 可能係。加拿大嘅三文魚，可能係挪威嘅三文魚等等性。咁但係如果你去到奧馬卡西嗰啲，或者即係一啲比較靚啲嘅，咁應該都係喺日本輸入嘅機會係比較高啲嘅。而高級嗰啲食府咧，其實如果咁樣嘅話，佢嘅我唔可以話完全影響到佢生意啦。但係你可以選擇嘅食材，起碼冇咗嗰10几个省，其實都一定影響到生意，係咪咧？咁你唔好話有冇影響先啦，咁但係始終咁有啲人都真係覺得係即係咁係有輻射水咁，直情你都唔好話係咪嗰幾個省嚟啦，可能已經食日本嘢都影響定係少咗噶啦。咁啊，閣下去你啦。咁啊，我自己覺得就即係因為都係符合翻即係原子能機構嗰個即係 advisory 做啦。咁當然你可以 advisory 係咪所有水都係
咁樣根據嗰個 mechanism 去處理。咁但係都如果一個比較科學啲嘅一個做法去處理，如果佢繼續儲住啲水唔流入大海，咁你叫曬日本啲人一齊飲曬，定點樣處理咧？實會有一爆煲㗎，係咪先？咁究竟係到時完全叫叫人飲呢個又好無謂嘅，因為嗰啲係海水嚟㗎嘛。即係人哋嘅 argument 咧，就係話咁嗰個輻射指數嗰個嘅安全程度咧，係穿嗰個含量咧，係即係符合呢個飲用水嘅標準。咁但係就冇話嗰啲係飲用水嚟㗎嘛。係啊。我意思，我覺得件事件咧，即係我覺得香港政府咧反應就好快，因為我覺得近期香港政府嘅官員咧做事咧係好似即係下下都係有做突咁樣嘅 ，OK 嚇，即係譬如呢件事件咁樣，咁啊即係第一時間跳出嚟就話啊，即係禁止日本唔知十多個唔同嘅州嘅啲海產啊輸入咁樣啦嚇，咁啊即係我覺得乜我哋香港唔係仲係一國兩制嘅咩？咁樣點解？即係嗱，以我所即係膚淺嘅理解啦嚇，咁應該就係喺譬如話涉及到即係國防啦、啊，涉及到外交啊呢啲就嘅層面嚟講嘅話，咁啊當然就係、是、啊即係呢、這個根據呢、這個即係祖國嘅嗰個啊指引啦、啊。咁但係其實今次呢件事件係第一，似乎唔係國防相關啦、啊。亦都冇提升到呢個外交層面啦。如果呢個只係一個貿易嚟講嘅話，一個經濟嘅一個議題嚟講嘅話，咁係咪需要第一時間跳出嚟咁樣？咁以前香港梗係唔係啦？呢啲關乎到民族大義啊嘛。咁嚇嚇食海產啊，唔係大義大。咁你日本幾十年前打過我哋啊嘛，咁梗係要喺呢個時候就即係喺佢個軟肋度就即係係咪啊？即係要插翻佢一刀啦。我完全支持政府嘅，我都觉得日本真系排呢、這个即系辐射水真系好唔应该。咁啊，虽然我唔明白啦，排落个海度咁，应该系你要禁埋南韩，即系同埋呢一个俄罗斯嘅水产入口，先至可以完全咁样防止到嗰个辐射嘅。不过唔紧要，因为有呢个民族大义嘅呢个考虑咧，我哋净系即系禁日本水产入口，我觉得应该都系应该嘅。呢段时间够晒，咁啊，下次翻嚟再讲。